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健康第一访谈节目。我们健康第一访谈节目在过去的几集中呢，我们有讲过关于人参啊，怎样使用人参，也讲过了灵芝啊，灵芝的作用。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讲讲呢，关于冬令进补的一些注意事项。那我们知道，一年我们都有四个季节。那从中医角度来讲呢，春夏为阳，秋冬为阴。那冬季呢，却是一个非常的一个补身体的一个时机。那我们知道，每一个季节对我们的人的身体呢，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到底身体在冬天，从中医角度来说，要进补，为什么要进补？怎么样来进补呢？这是很有学问的。那首先，我们要欢迎我们陈德成医生，那他是著名的中医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里，给大家仔细的讲解一下关于冬令进补的一些事项。陈医师，你好，你好，欢迎你来到好。我们的节目。那大家对冬令进补这个词呢是非常熟悉的啊，每次讲到冬天，大家就想到冬天是一个进补的时光。但是呢，很多人呢，你当真正问他，哎，我应该怎么补啊？那这个问题呢？很多人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呢，今天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今天请您来给大家讲一下关于这个冬令进补到底是怎么回事。对，首先我们讲，就是从中医角度来讲，那冬天，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冷的一个冬天的季节了，一个最冷的时候。那冬天对我们身体，从中医角度来讲，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OK，好，冬令进补呢是一个传统的话题了，啊，因为随着一年四季的变化呢，对，自然界的变化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啊，对，那么冬天呢是个闭藏的一个季节，那么作为我们人来说呢，冬天呢气候寒冷，也要进行收藏。啊，就那是我是。们比如说，有很多动物呢，冬天就是要冬过眠，冬眠。对，那人体也是反应也就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机能可能会比较慢一点，对，就是说，在过冬这个阶段，要储存足够的能量，啊，以适应寒冷的气候和在这个气候之间的适应它的变化。那么，人在这个过程中呢，就要积累一些能量，所以冬天的这个时候呢，是最适合我们适应自然气候的过程中呢，进行进补。对，通常来讲，我们说随着大自然的变化，从春天到夏天到秋天这一段都是花力气的时候，能量花出去的时候，所以冬季这一段呢是最好的储存能量的时候，就为了后面的三季。对。这样的能量储存的足够呢，到明年春天呢就不容易发病，而且在夏天、秋天呢都能顺利度过。所以我们说，冬令进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啊，所以在冬天进补是最好的时机，可不可以这样讲？对，可以这样讲。但时间呢，冬天从中医角度说呢，时间呢是从冬至开始进补，冬至之后就开始数九了嘛。就冬至开始1929、1929、1939、1939、1939了。整个的在整个的9天，9981天这个期间呢，进补是最佳的时间。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刚刚经过了冬至，我记得一个礼拜前我们才刚刚吃了十二汤月圆二十二号，对，今刚天刚吃是了对，汤圆。那反正记得吃汤圆的时候就是冬至的时候。对，那从冬至开始呢，有9981天，对。这81天呢是最好的进步的时候，所以呢，我们从现在起呢，也就是说是最好的进步的时间对，啊。因为从冬至以后呢，太阳呢就开始往北移了。我们在北半球嘛，那么阳气呢开始逐渐恢复。那这个期间呢，配合季节的变化，我们人呢进行进补，就能够得到的这个能量就会多。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说就是从冬至这一天起开始，慢慢的阳气恢复，所以这个时候呢是吸收能量的最好的时候，对吧？对，所以是这样的。在这个从中医这个角度来说呢，那我们就是说现在是最佳的进补状态对，现在过了冬至大概2个星期了吧，对，十多天了，等于二九和三九是最冷的时候。对。那么这个期间呢，都可以在合适的情况下
可以开始进步。所以大概还有大概差不多70天左右，可以让大家有所准备，可以做一些进步。对，那我们讲到进步，那进步到底有哪些种类呢？进步种类其实很蛮多的，主要是看个人的情况。首先呢，我们时间我们已经明确了，在这个期间里补。对，在什么人需要补，就是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补，这个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人而异。所以首先大家，你刚才讲的就是说是哪一些人需要补，怎么补法，这是一个非常一个科学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现在讲一下，就是说补的种类有几种呢？补的种类呢，可以说我们有温补，有温补，有平补啊，还有轻补，哦，大概分有三四种，三四种不同的补法。还有一种呢叫温散，但用的不是很多，根据情况，啊，特别的情况才可以用的温散。但是一定呢要把握对象，像比如说人群，哪一些人群适合补，这首先要首先要清楚这部分人群补。我们通常讲的叫亚健康状态人群啊，这部分人群。那你首先你说亚健康，那我们如果对不熟悉中医的人来说呢，他不会太不太明白什么叫亚健康。健康就是健康，不健康就是不健康。什么叫亚健康呢？你跟大家解释一下。亚健康呢，应该这样理解，就是大概这个一个人群吧，有这么四种情况啊，亚健康状态。第一种呢，就是这一批人呢，他有症状，比如说腰酸呐，腿软呐，乏力呀，失眠呐，有的时候，有一些气短呐，神疲呀。但是呢，他去医院检查呢，什么都检查不来，什么都检查不出来啊。对啊，这是我们经常碰到的，尤其是同事之间呢，哎呀，我最近很疲劳 啊，为什么呢？好像去这里检查，那里检查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因为血运病。验血报告出来也都正常，所以这个什么 X 光啊、CT 啊都做过了，都没有事情。但是这类人呢，这西医就没有办法了，他就手无，因为西医是说你炎症了要吃消炎药了，感冒了要吃感冒药了，就是要有症状，要有数据出来的症状，他才给你吃药，对吧？但这部分人呢，他没有这些理化的证据，但是也需要治疗啊。所以这部分人比较适合，这是第一类，这是亚健康的第一类，就是从西医检查角度呢是没有特别症状的，然后检查呢也没有特别数据说你不正常的，然后但是你本身就觉得是比较疲劳啦，气短啦，或是睡眠不好了等等这些症状出来的。对，这部分人占很大比例。嗯，好像我看了一个报告，他说在21世纪，这是一个影响健康的最大的一个人群啊，大概在21%这样子。所以通常我们说这种情况需要调理，这种情况也许我们一般身体比较健康的人呢，都会发生这样的。如果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压力大啦、忙啦、睡觉少啦。等等，饮食不好了，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对，所以虽然说医生说你没有问题啊，但是呢，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亚健康的其中一点。对，那还有一些什么症状？第二点呢，就是有一些明显的慢性病和这个虚损性疾病啊。它慢性病呢，也可以有一段时间是很稳定的。对，比如说一些理化指标也是正常的，但是它也有一些症状自我表现，在不同的阶段。那这一类还有一些中医讲的虚性的病人，他就是体质就比较虚弱，容易感冒啊，免疫机能低下呀，其实你也查不出来什么东西。但也就是说这是第二类的。你就说刚才讲的陈医生讲的，就是说亚健康的另一种表现呢，就是说平时可能已经有一些慢性病。慢性病呢，那导致呢你的身体呢是除了慢性病这个数据是可以确定是身体不好的，那其他的呢也是验不出什么东西的，但是症状呢就反映出了你的疲劳啊、睡不好啊、饮食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亚健康的第二类。对，那第三类呢就是有一些手术啊、手术放疗化疗啊、嗯、这些像癌症这些啊，在它的后期阶段也是很虚弱的，嗯，这个时候呢，也是属于这一类人群，需要做冬令进补的一个所以这一类呢，就是说你生病以后做一些
这些特别的这种治疗，使你的身体的这个健康状况就比较体质比较虚弱，所以这一类呢也属于亚健康之类。那亚健康就这三类吗？还有一类呢，是通常就是急性病啊，后期，比如说得了一些重感冒，或者是急性感染，或者是中风，这都比较急，但它在后期的恢复期也是属于这一类范畴，都适合中风进补，大概有这样四种类型。所以亚健康的症状呢情况呢有四种情况，就刚才讲了，就是一个是疲劳，就是因为和工作压力造成的疲劳，就是没有其他健康问题的，没有疾病的，另外一个有慢性病的，那也会有这种亚健康的这种症状。还有一种就是就是经过化疗有特别重的病，经过化疗在恢复时间呢还是也是比较虚弱的。那还有一种急性病之后的恢复期，那也是非常虚弱。所以这四种情况都属于亚健康的这种类型。那这种类型呢，陈医师讲的是需要最需要进步 的。对。那对这种四类类型呢，那我们来说是怎么样的来进步比较合适。这我们首先讲第一类型就是说我没有特别的疲病的，但是我觉得疲劳啊、虚啊、睡不好啊、饭饮食不好等等，这些人这一部分人第一类的人他应该怎么样的来进补？其实进补的时候呢，这些人群他是适合的啊，但是说具体的都要每个人有所不同，有所不同，就是说同一个症状，中医讲的是同病一治，比如说两个人都疲劳，它可能导致的原因不一样，那么它治疗的原则和方法也不一样。那总的说呢，有药补和食补两个方面，不管是食补还是药补，在中医学里面呢，都首先要诊断要明确，知道它哪方面虚，补嘛肯定是有虚啊，对，虚者补之，对，要不虚我们就不要补了，对 对。那么虚呢，有气虚、脾虚、血虚、阴虚、阳虚，大的说这四个方面一定要确定下来，是气不足啊、血不足啊，还是阴呢、还是阳啊，原则上定下来，那下面呢才能定法啊，之后才能定方。通常呢要是说药补的话，就我们所说的膏方，一定是一人一方，每个人都有不同。那么所以这一点也其实我们说这一点是中医跟西医完全不同的，就是说西医就这么医药，大家都吃同样的药，对，那中医来讲呢就是说根据每个人的状况不同有所调整，所以呢主要的部分是一样，但是它是有所调整，对，针对每个人的情况对症下药，对，是吧，是这样啊。所以在这一点来说，中医呢在补的方面就有更有它的重要的意义，对，所以说呢补呢不能随便补，自己在市场上买点什么人参鹿茸啊吃啊，其实不合适的话还是吃出问题。对，这一点呢大家都要明白，就是我们在补的时候呢不能跑到就中药房里面啊就去买一些大补的东西吃下去就行，这样的话呢会出现问题的。那我们再讲讲，就是像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哪些人比如说我去买鹿茸了啊，这个大补的东西哈，对，那为什么会产生那些不必要的这种副作用呢？就是反应过度的反应，就是比如说鹿茸它是以补阳为主，人参是补气为主啊，那这些都是偏阳偏热的，嗯，如果这人体质本来就热，比如说这人他长一些青春痘啊，嗯，有平时也大便干燥啊，烦躁易怒的，如果这种人再吃上这些，那肯定就会火上加出血了啊，就会加重了症状，所以就不是很适合。所以我们人体呢也就是有阴和阳，有虚和不虚嘛。对啊，所以当我们要去补哪一种的时候呢一定要去咨询一下中医师，看看你的身体的本质到底是在哪种状况，是不是适合用这一类的这个大补的药，那才能
起到正确的作用，不然的话刚才就陈医生讲了，就是如果你本身就是内火很旺，然后再加上这些人高的人参呢，再加上鹿茸啊，那就会造成出血了，所以这就其实反而起到了一个有一个相反的作用了哈。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在进补的时候呢，不是药，尤其是药补的时候呢，我们要非常的这个谨慎，要去中医师那里去检查一下你的身体。那中医师到中医师那里，他说，哎，陈医师，我今天来看看看我的身体到底缺什么，你可以怎么来去把它诊断，说它到底是属于有火的还是需要水的，是阴的还是需要阳的呢？那通常我们中医诊断嘛，四诊合参呢，望闻问切，基本上下来人的这个人的情况就搞清楚了啊。你说望望就看看是人嘛，看看你到底一个人体的整体的形象，看面呢，看舌，看舌苔，主要的舌，之后望闻呢，闻是听啊，就听，要问呢，问一些问题啊，你要回答我就听着，给一些信息嘛。那么问要两个，就是需要一些的，问他的一些生活的状况、生活的信息、身体的反应啊，等等等等，就是他平时就是体会到，或是表现出，或是他注意到的一些身体的反应，对吧？完了，切就是切脉，切脉啊，脉。所以中医呢，是他是要根据这四个方面呢来确定你身体的状况，而不是他随便说你这个人有火气高，或是这个人没火气，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是要根据他们长期积累的经验，通过这四个方面呢，这个闻、听、望闻问切，望闻啊，就是这四方面呢来确定你到底是大概是什么样的，属于什么样的性质的情况，主要是分清气血阴阳。气血阴阳，这就是我们补，也就是说补气补血，补阴补阳，补阴补阳，就是我们通常说要阴阳平衡，你缺阴的要补阳，要补阴，缺阳的要补阳。对，那我们讲气血旺盛嘛，对，阴阳平衡，所以这样人就健康。对对对，如果气血不充盈，阴阳失衡，肯定要出问题。对啊，我们说整个，其实这个道理就是整个人世间，我们整个身体或是大自然，如果阴阳不平衡的话，那就会一定会出现的问题。所以中医很大部分呢也是在调节你的阴阳平衡。阴阳平衡，对。那我们说阴阳平衡呢，其实调整我们内部器官的所有的一切的平衡合作关系嘛，就每个人的每一个部分都有它的一定的水准，保证在一个水准，所以平衡了。如果这里水准高了，那另外一个水准低了，那一定会出问题。所以在这个他要看过你以后，看过中医师以后，然后你就告诉他属于哪一种性质的，才是建议他去吃哪一种补药。对，这样给每一个具体的病人呢开不同的补药的方剂。对，因为这也很合理，因为每个人的，你比如说他血气刚啊，血气重一点，那重的程度也不一样，所以你给他介绍的下的药也不一样。对啊，对。但通常呢我们大概有个原则，比如说男人多半是补气为主，气虚的多，气虚多，特别肾气需要补。女人呢是以血为主，那补以补血为侧重。这是根据两大人类的两大性别啊，因为男属阳，男是女属阴，补气，补气，对，女的要补血，补血，对，原则上，啊，对，你看人参都是补气的，啊，所以男人用比较多，那当归呢是补血的，女人用就比较多啊，所以这点很重要，男人要吃，要补气，要吃人参啊，那女士呢？要吃当归之类的，当归阿胶一类补血，对啊，补血，这样的话呢就是对让他尽量了拉到他的对身体上的平衡。这只是一个就是一般的情况，当然每个人他不一定是缺气，也不一定是缺血，但原则上是这样。但是从年龄上来说呢，一般中年人以补脾胃为主，补脾和胃啊，消化系统和胃啊。老年人呢偏重于肝肾为主，就补肝和肾，这是根据年龄的不同，年龄的不同，它器官的功能的不同而决定的。对，这就是一个大的原则。当然，一定要看具体的每一个病例，每一个人的情况，
我们来给处置这个放剂，对那么对对。再吃起来就针对它了。然后像我有一个病人，他是更年期，其实就有一些潮热啊、盗汗呐、啊、焦虑啊。那么呢，他也不是很明白，说冬令进补，他们家买的那个人参呐、啊、鹿茸膏，本来是先生吃的，那他自己也跟着吃，最后吃完了以后，症状就加重，汗也多，心慌心跳，睡不着觉，而且还出血，月经在这个期间就过多啊，而且时间拖得比较长啊，这都是补的带来的弊端啊。我要所以呢，我们在诊断的补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去遵循这个中医师的指导。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刚才陈医师讲的，就是说他本来要把这些改变的现象呢，因为吃了不对的这些补药呢，倒反而加重了他的状况，所以这呢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冬令进补怎么补法，确实一个非常科学的东西。那我们要了解它呢，那最好呢我们要到医生这里去，就是要补的话要到医生这里去呢，要去征求医生的诊断，让医生来建议你啊怎么来吃法。所以通常我们中国人都说，我们这中国长大的，我们对中医很了解，冬令进补啊，我爷爷奶奶这样吃的啊，我爸爸妈妈这样吃的，那我要跟着这样吃。事实上呢并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需求也不一样，所以呢用法补法都是不一样的。对，所以这男女也是有别，年龄也有不同啊，就是年龄也有不同，男女也有不同。所以我们随意的就把对方吃的这个补药现成的就把来补自己，所以这样反而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啊。有的人全家买一种补药全家都吃，所以这就很不合适。有的时候有的人适合，有的人就不适合。对，所以一定呢要找一个有经验的中医师做一下子中医的诊断，之后呢处方再按照这个规律来补，那就比较合适。所以像冬天呢，我们说冬天的那些补的这个药补的种，那就是药大概有，比如说你刚才讲的鹿茸，这是冬令进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药方。那还有什么其他的药方，就是大的药方是冬天吃比较合适的药方呢？通常来说像补气的，我们通常用四君子汤啊，生猪灵草四君汤，有人参、有白术、有甘草，这是通常以气为主。那补血的呢有四物汤，四物归地、芍川芎、当归啊、川芎啊、白芍啊，那熟地啊，这些呢都偏血啊。另外呢两个方合起来就气血双补了，那还有个方那叫八珍汤。所以呢一定要判断气血阴阳哪一个方面为重。那么阴呢有补阴的方，像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汤、六味地黄我们也很熟、是补阴吗？金匮肾气丸是补阳的，这都是基本方，可以用在这个膏方里面的。但是呢每个人呢根据具体情况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再做一些加减啊，那就比较好了。所以这些加和减呢，这就是一个科学了。这个科学谁会知道呢？那就是我们的中医师，他会知道，跟告诉你要加什么要减什么来调整。那我们刚才讲了冬令进补，除了我们药补，这些我们可以归类为药补。对啊，那我们可不可以有就说这普通的就是食补呢？可以啊。食补的冬天应该是怎么吃？我想食补应该比较适合所有的人， 对吧？那我们这个食补的方面有哪些东西我们可以采用的？其实中医我们还是讲呢，说药补不如食补啊。食补呢就更有普遍性，而且还比较方便，可以一日三餐都可以。对，去超市就可以买来了。对，那食补呢，把食物呢也分一些种类，这样的呢可以分，大概我们可以分三类，像有温补的，有平补的，还有清补的，温补的就比较偏热的，像牛羊肉啊，牛肉、羊肉这些，对，还有那个鸡，老母鸡啊，老母鸡，对啊，像什么甲鱼啊这类的呢，它都是比较热补，这些
就是比较热性的。对，牛羊肉吃多了人会上火啊，所以可以吃，冬天可以吃，比夏天可以多吃一点，就这些东西呢就夏天就少吃，就冬天可以多吃一点。像寒底的人，就是人的这个基础是寒的、嗯、寒性的，比如说手脚凉，你跟人一握手、嗯、那人手很凉、哎、这个发生很多人都有、哎、他说哎呀我怎么脚和手啊一到冬天全部是冷的，这种人呢就得热补啊，吃点羊肉汤啊牛肉汤啊，另外这些主要炖一些汤，嗯，来补。这是从食物上，食物上。另外水果也有一些偏热的，嗯，像橘子，啊，橘子倒反而热的、橘子是热的，柚子啊，什么龙眼呐、啊、桂枝啊、嗯，这都是偏热的水果。哦，所以呢，这些水果吃了呢，人就会补它的热量，增加它的热量。对，因为冬天本来寒冷嘛。它气血不通，手脚总是凉的，用一段就会改善很多。Yeah, 我们通常知道，龙眼啦，这个荔枝啦，这是热性的啊，就是不能多吃啊、没有想到，橘子和这个柚子也都是热性的、啊，对，它也是热性。橘子吃多会上火的。哦，真的、哦。如果人要是咽喉肿痛。最好不要吃橘子哦，因为它会上火。哎，那这时候我们所以也要小心。每一次我们说啊，你伤风感冒了，喉咙痛啊、嗯，多喝点橘子水啊。所以这也是不应该这样喝太多的橘子水，在这种情况下。橘子本身是热，但是陈皮就不一样，橘皮可以。啊，橘皮可以。你拿着橘皮泡水那可以。哦，所以要分两步，里面的东西不要吃它，用它的皮倒反而是清凉的。中医呢就非常讲究，一个植物里面它的叶跟果。它的功效都不一样的哦，这一点大家也知道，就是刚才陈医师讲的、嗯、就一个树上的果子啊，所有的东西它的功能和性能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并不是说我说橘子就是凉性的，因为这是皮凉性的，我们说不能把它一视同仁，就是说皮凉性的又认为它所有的都是凉性的，所以这也是不对的概念。那我们在吃水果的时候呢，也要去看一下这类的水果到底是属于哪一种性质的水果？对，对，那就是下一步、嗯、第二种情况就是平补的。嗯，平补呢就比较温和、嗯，它也不偏寒，也不偏热。嗯，就更适合于大多数人。大多数的。对，像一些谷物啊，我们莲子。啊，莲子。芡实。芡实对。山药。啊，山药。啊，这些啊，再加啊，燕窝。燕窝。海参。这些食品呢都可以，都是比较中性的，所以呢在吃的时候呢，如果不是很明显说你就是偏寒或者偏热，就可以选择这一部分食物、OK 对，所以这一段还有平补，平补就是说选一些比较温和的这种饮食的东西，那我们就可以平补。对，那还有一类呢食物呢就是叫清补，比如说这人本身有火，就像前面提到那个更年期这种的、一般都是他本身内火已经很高了，内火比较盛，这种火是虚火，它是阴虚来的火，所以这种呢吃的食物呢，比如说就吃像百合哦，水里长的、对，水里长的没错啊，像这个鸭子鱼水里的东西，对，水里的都偏寒，嗯，那么还有梨呀、梨子是很清补的，嗯，它润肺，而且呢还能清火，所以就不会吃了呢，吃了这东西会上火，嗯，对，所以这样下来呢，看看适合哪一类，基本这三类就差不多少了，就能够在食补范围里面就够用了啊，所以这个食补确实很重要，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三餐，一日三餐呢，一日三餐至少两餐，中午餐和晚餐会吃的比较好一些，内容比较多一点啊，内容比较多一点，所以在我们调整身体的时候呢，就特别的就是要根据我们身体的情况来选择一些选择一些食物，对，适合自己的食物。但首先呢，大的方面呢，自己要清楚，我是属于偏寒的体质啊，还是偏热的啊，还是比较中性的。中性的呢比较适合各种情况，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偏寒或真的偏热，还是用不同的这个饮食的食谱比较好，就多一点加重。其实对，怎么样来辨别呢，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因为
有寒底的人呢，他是怕冷，嗯，恶寒。你看这类人，他比别人穿的多。多，嗯，对对。手脚冷，手和脚冷，啊、这阳虚啊，通常是我们都在那阳虚生外寒嘛。这类呢，就偏寒底。嗯。那么阴虚这部分人呢，通常偏热，那手脚会热，会出汗，手脚经常出汗，啊、晚上盖被子的时候喜欢手脚在外面。嗯嗯。这就是一种偏热的体质。另外再有的人长一些痘痘啊，嗯 嗯另外一些人比较烦躁啊，易怒啊，这些都是属于偏热性的啊。那偏寒的人呢，他就话少，懒言，不愿意话也不多说了啊，不是说的很活动性很强，他喜欢静。嗯嗯，就换句话说呢，偏寒的人喜欢静，嗯，到偏热的人他喜欢动，活跃，哎，比较活跃啊。所以从中医角度来说，人体的身体的这个寒还是热呢，也改变了一个人体的个性。所以从人体的个性呢，也可以找出一些寒和热的一些这个状况，对不对？对。那最后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在补的时候，中医其中有一个说冬令要补的是膏，那膏到底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就一块一块的就叫膏？那这是一个怎么回事？哦，我们讲的膏方啊。膏方，丸散膏丹嘛，是中药的一个剂型。嗯，这个膏呢，它是比较粘稠的液体。对啊，跟汤药有区别。汤药就是汤，对，汤水比较稀。所以大家，我觉得大家对药的煮的水比较了解多，但是到膏好像不太熟悉。膏呢，它是在这个药汤的基础上呢加工而成的。嗯，其实把那些原材料药呢煮成清汤。嗯。也叫清膏，嗯，那这个清膏呢，再进行加工，一个是浓缩提炼，另外加一些饴糖、砂糖、蜂蜜，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就粘稠了。因为讲的膏嘛，就不是说比较轻，但它也不是固体的，它是液体的。用调羹一天呢，一次呢一勺、两勺这样用，就比较稠，对对吧？就比较稠，不像水一样的，对，所以。我们讲的膏呢，就是也是一种其实中药做的一种方式。那经过煮了一个药，用中药煮的汤以后呢，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砂糖啊等等这类的东西呢，使整个药体呢提炼浓缩，后来就变成了我们称中医上就称为膏。所以膏呢，其实我们可以比如说是比较浓缩的一种中药啊，所以冬令进补也可以把这些东西煮成膏，对，然后再吃。不过吃的时候就要减剂量啊。本来说你一天要喝三碗的话，也许你只能喝一汤匙。对对，这样的剂量也其实，在服用这个膏方和进补的时候，中药呢还有一些禁忌啊，要特别注意。首先呢，这个量啊，量。不像喝中药呢，一喝是一大碗一百毫升150毫升，他一天30毫升就30毫升最多，一天一天30毫升，两次，一次大概10到15毫升，嗯嗯，大概一个汤匙或者两个汤匙最多了一次，那么一天呢喝2到4个汤匙就可以了啊。所以我们在进补的时候，如果要用药材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是到底是煮的是汤还是高，所以这一点呢用量都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身体中的需要的多少完全还是要征求我们中医师的指导，这样我们才能正确的能够用好这个冬令进补啊，用科学的方式做好冬令进补。第二个呢，就是需要注意的呢，在服用过程中呢要坚持，不是说你今天吃了今天补了明天就没事了，理论上呢是9981天，但是这是一个连续性的，对，不一定说你非得吃这么久，但是呢，通常我们的经验呢，4到6个星期，4到6个星期比较，但要连续，不能今天吃一顿，15吃一顿，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效果了。对了，一定要有一个连续的、坚持的，这样的明年你就看出来它的效果了。这是这样的，所以要补的，它要有特别的功效，要它功效完全能够体现到你身体的健康的时候呢，那就是我们补的是4到6个星期，所以这个时间要掌握好，周期要掌握好，
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合理的冬令进补。对，那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陈医生给大家讲了这些重要的关于冬令进补的注意事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抓住这个时机，能把自己的身体呢保养得更好，使我们开春以后呢，我们有旺盛的精力，有个健康的身体，为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工作起到很大作用。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谢谢。